竹崎乡的气候是真温和，雾散是真多，碰柑的产量是全国第一名。竹崎乡公所日前伫清水公园举办记者会，来营销甘甜的碰柑，更加在地食材加入菜色的野餐活动。我们的特色每一年都有，因为竹崎是土壤好，天气好，所以好收在每一当四季都有不同很好的水果。那到冬天的时候呢，碰柑哈，让你怦然心动，产生橘色的爱恋。所以哈，碰柑哦，富含维他命 A、B、C 哈，还有钙质、矿质哈，黄酮素哈，所以对咱的心血管什么都很好。你到国外去，岛上他一定给你橘子汁哈。所以碰柑是对身体哦，足足人的哈，最自然的一个营养品哈。啊，可是这边的地方因为是丘陵地，气候好，所以我们橘子品质最好，全国的量也是最大。那今年呢，气候也很好，只是今年呢，尺寸没有太大颗哈，但是水分充足，这是最重要，又甜。现在吃碰柑当到时，担任代言人的馆长张华馆邀请民众小酒来得家，买上新鲜上好吃的碰柑，而且开始甜，这也是好名碰柑的由来，也是买碰柑的上好时机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